由零食起，食得个皮。今日我哋食乜嘢？燕麦奶。我呢个系榛子果仁味。我呢个原味。榛子果仁系咪即系 Nutella？ 榛子果仁酱嘅味咧？如果系就一定好饮，但系个样唔似喎。龟鸡燕麦，通常都真系好想打个片啫。一定系。佢係燕麥片飲品咁樣，佢嘅心臟，佢會唔會好結咧 ？Let us try， 我哋準備咗兩支飲品，好似好大支咁樣。請你品嚐啦。係，我品嚐啦。So this guy， 飲落去咧唔算太結，但其實都幾濃郁嘅，似豆漿，似豆漿，跟住同一啲燕麥片 blend 咗咁樣咯。呢個味好似加咗啲牛奶啊，唔知咧，真係都好似幾豆漿啊都。我本身 expect 好甜好結嘅，我都 expect 好甜，但又唔係好甜嘅喎。嗯，試埋呢個，好開心啊！你知唔知？比我想象中好飲嘅時候，因為咧，你知道我哋飲曬成支嘅嘛，係咪先？我哋唔係真係飲一啖嘅啫嘛。我覺得都真係唔錯，如果知道係 no sugar， 我心情更加好。你斷咗隻手。呢、這個就係榛子味。好，你飲。哦，好絕啊！刮刮聲。我哋好似飲咁耐咁嘅咩？係咪好飲啊？我諗呢支產品咧好難停，好難形容呢個味道。幾似焦糖啊？但係兩個都係低糖啊。OK。嗯，但係咧，其實佢哋係180。卡路里一支咯，其實都 OK 喎，我覺得，因為都飽嘅會，係咯，因為即係飲完佢冇可能好正常咁食一個午餐，濃過一般嘅豆漿，幾好飲啊！我都覺得味道唔錯喎，真係我本身以為超級無敵爆炸甜噶，係咯，結得嚟唔係話太濃，幾好啊，幾好啊，真係帶點嗰種燕麥嘅香味，應該真係可以抵到譬如晏晝或者朝頭早啊，係咪啊？即係唔使食太多嘢嘅，如果普通人嘅話，係咯，唔使食太多嘢嘅人，因為我哋可能。未必得原味的我哋俾系嗱俾呢个嘅，真系几中意饮喎，味道唔错噶。其实我而家都仲未反应到过嚟，我其实唔系好知自己中唔中意，但系 O K， 唔系超甜，比我想象中好好多啦。总之，我都系俾呢个，系呢个都系啊，稀松啦。但系我就中意原味嗰个多啲嘅，我觉得呢个就少少稀，但系佢其实味又系唔差噶。除非你喜歡喝超濃的人士，但是它不甜，很特別的。它們兩個味道有帶點香味，不只是一個味道，很多東西在裡面的感覺，即有豆漿有成，所以我覺得很 confused， 真的不知道怎樣說，但我只論味道，我覺得兩個都是這個，對，我應該是挺喜歡的，就是那一隻高一點。